Jump 为了庆祝他们50周年，然后分别有出了这一系列知名漫画角色的封面人物，完全一模一样的复刻。他第一代就是乌龙派出所的两金刊集，内容物阿良上下半身跟底座。这支刊集真的非常还原于当时漫画封面的版本，尤其他这个非常知名的超级浓厚连在一起的眉毛，还有这种满脸的胡渣，这头雕上色跟细腻度其实都在水准之上，然后右手拿着配枪，那左手连那种细微的手毛部分都有做出来，那整套警察服装配色非常的鲜艳。那刊集最著名的穿着木屐，后面的警棍、枪带，这真的是做的相当的赞，手毛的部分细节全部完整的还原出来，刊集真的是个长毛怪，整体真的是超赞的。不管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，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赞。果然是50周年限定的精品。台湾接单的店家似乎不多，那这个枪的细腻程度其实也是蛮好的。哇，这个封面真的超级超级古时候，日本平成二年，就是西元的1990年，那民国的话算是79年。阿良登上了这个少年 Jump 的封面，其实算还蛮还原的。哇，真的是超级年代已久的 Jump 封面人物，也是史上最长寿的漫画。来细看一些其他地方的细节，其实细节都没有马虎到。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用心在制作。高度约在21公分。这支 David 给的评价是满分7颗星，真的做得非常的棒。那最主要这一系列 David 并没有想要全部收大全套的打算，就是选自己喜欢的人物，陆续可能会出一些火影忍者啊，但是像排球王子或是什么黑子的篮球那些 David 就比较没有兴趣，但是乌龙派出所两金刊集真的是堪称经典，史上最长的漫画连载的记录，而且作者真的非常的有元气，那中文配音的阿良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，比日本原音配的还要好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笑。这是 David 非常推荐各位可以入手，因为刊集真的是超强的人类兵器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earn Peace， 拜拜。